可能就叫你讲个了后，啊，他有这方面讲吼，那想这样不是谁吼，所以我过去过去，我首先讲到三四个月来吼，啊，他就讲，你不是，可是这样的，啊，我没跟你讲过，因为在这段疫情的期间的吼，那很忙哦，读书好，读书也好啦吼，忙到存钱好。但是我是有感受，咱高雄，你这个万国读书会吼，大家讲了真好，阿妈大家讲了拢分享啦。哦，我觉得平常，咱咧下落做环境也好，伫咧村也好，咱有对大城生活内底当中感受，其实爱上好听点，爱上好听点，甚至高雄好听。甚至当中呢，咱的远东模式法，伊个变化真大。但是我是感受讲，咱可以实现母亲用老师的话，虽然老师的话啦吼，大家讲，阿咧跳开啦，跳开啦，老师的话拢讲大实话，跳开老师的话啦吼，拢讲大实话。啊，这就是呐，这不错，这个。人家讲呢，因为过去很好经历，咱四年就经历，把咱建立大成的话，所以呢，咱八十年中来建立，已经建立在里面。但是咱几年来，咱几年来，咱核心，哦，都没干好多方面。所以这点里面来在当中，咱人工啦，工啊，行家一开口，它变出容易啊。比如咱离这个读书会内底当中，咱好好时间过去，听听了了后，咱好好感受一下，咱好些。在旁边，我无说爱心，我是话是来比较讲，做一个比较啦吼，无说爱心。马先生无说电脑无说这个，现在讲，人家考试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咱好好，因为就是这一年，感情是真的吼。那公园的地理，我这不也得到了也拿不出题了吼。好，我本来得来参见你们，啊，这一个月考过了，你过去的改过了改过了啊，你的时阵啊，哦，那个我的时阵啊，应该哪里承担这个工作是没有问题。啊，你一个礼拜得了完了，我估计啊，别再好，我继续跟那个学习掉了。当然，学习的关系是欢迎哦，太好。但是当中的啊，当然啦吼，也讲，对一个人来讲，啊，个人个人的心情不一样，话讲出来的话不一样嘛吼，人讲苦心苦劳嘛吼，苦心苦劳啦吼，苦心可畏啦，莫生可畏啦吼，在经历这块当中，伊嘛做心情，所以伊个读书会的内容，伊记得讲，反正人听着。甚至呢，咱吴姐先聊天，过来先聊天。哎，上次你上班吼，空调都没调先吼，啊，空调嘛先不留了吼。这个是我讲蔡经理他个事情，伊嘛是做良心他，他嘛做良心话。当时咱我比较改变的是什么？变啥物变？变环境，一出嚟，伊唔怕出。啊，你来这边啊，你是不怕出过？啊，大家。风险点嘛吼，不有钱，但是伊嘛真用心，因为迄阵我知影是阿英在经营，吼，啊不阿我也用心，吼，阿英哦在讲什么？我是看见我在上面讲什么？我大概在风险点，所以你迄阵当中强迫运气发现物件，所以迄阵物件来变啦，你进入这个选择的。啊！你两个虽然大家不用在这个方向去讲，但是大家讲我爱讲你的，听你的，我讲我爱，为什么？他没有一个方向。啊，所以呢，因为咱打造方面是一个方向。不然做方面来这呢，因为后边因素也好啦，吼，环境也好啦，吼，还是应该也好啦，应该代数也好啦，做不了。心的目标，那叫做什么？那个
这两个呢，引出某些的，发达某些的，引发某些的，哦，也是要是买的某些的人保镖，买有控制的主干，如果那边面呢，他们到这里有家怀纳，哦，这里某些的这种当标，那哪是我要干，那要干嘛？买更新的，刚刚你给什么钱来保镖了？哦，我也变不怕保镖，我最主要的哈。现在就是怀疑有某些人，怀疑到某些人以后，那你当打开的方式给，哦，可能他亲自来来给了哈，不可能以贵品，那不管还有某些人呢，简单介绍，哦，都把这些工作做过了，干了哈，那我就来找这个，他这个怀疑用，因为一些人对他不用，立马是覆盖了哈，因为怀疑用以分析了哈。这个方面，以及用诸多事注意啊，初一上山安国书啊，安法之作的参考，用纪念版书啊，先出来发上山，书发成本也不难，发出一本就掉，书发买个修行哦，哦，当然，因为这个物件很重要。爱用小书，哦，爱是呐，有迄两个啊作品的嘛，啊，一种的迄个呐，也是对话哈、哦。啊，因为这个怀疑啦，这个怀疑啦，应该是金秋啦，吼、哦，今日的迄、那个，哦，这边这个啊，乡亲哈，这个啊，安康官啊，安康官啊，安康官嘛，吼、哦，来叫著名啦，吼、哦。但是是陕西这个地方啊，吼，这个人是金珠金，这个金珠多事成功啦，吼，是一个主人。所以上山安国书啦，吼，一迄个一就是讲哦，参一就是讲来到的时阵啊，这个叫上山国书这个所在。啊，上山国书呢，因为这个人啊，特别个贡献。伊当时是因为我做了地当中的一个大师呀，刚才讲大师对不对啦？哦，即安国师。但是这个维安国师当时，因为含迄个什么人呢？含迄、那个哦，即、这个新秀，当时拢是咱我做门下的一个人，啊，当一个人。但是因到未来当中呢，发票啦做得着了后。所以因个人还去啊，阿婆阿婆开店是好得多，人这个北姓南边北就是西姓，按南这个北边啦吼。啊，这个安叔呢，安西泽溪吼参考啦吼，初一上山安国叔啦，安法西泽溪参考，因为安就是贵人叔啦吼。因为伊发起做起，就是讲啊，这个哦，这两个哦，这个费用要带来到做起参考的啦，做起个。跟你讲个，安国书，因为伊对着这个心情的发，甚至当时过去，咱五祖所传的法门，都是叫来做起个。所以迄个时阵，伊回安国书。啊，新秀，因两个人虽然离当时是武则天迄个所在，那是武则天的一个国书，但是过去有足济，哦，比如讲怀玉也好啦，哦，比上方的什么行书也好啦，哦，比上过去这人也好，因为伊唔敢直接讲起个进度，伊唔敢，所以伊话对咱是讲的话阿不罢，所以伊个。哦，这个因法，哦，这安法执着的法，就是讲啊，因法哦，做起来参考这个来作为啦，哦，用自己摆书法什么来啦，哦，法上山啦，哦，比如那个当时书怎么讲啊，什么来，这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你可以对一个所在，哦，你什么来？啊，这个意思里面的创啊，
伊有这两意思，你针对一个所在，哦，成功人，伊是畏惧、信任、甲信任，伊咧讲的话，拢言在出，暗语在偏。伊咧讲的话，拢唔是，比如伊讲话是为了到点当中，拢想意来变。哦，比如讲咱在做做长久来开张，哦，啊，咱有一个足有名的公案，啊，过去咱讲嘛都讲着，啊，开张。小叔跟妈做小叔，这个经过应该咱也听过。啊，快点小叔，因为这个妈做小叔，哦，因为伊这上一个出口一个方面，但是可以用小叔来讲妈做这上一个花钱，哦，妈做妈做天师啊，哦，我讲我这石头，我讲这石头啊，但是迄个妈做小叔，伊把这亏钱打掉，看到。快就比较花钱好啊！伊讲啊，你比较不礼貌，这钱还会冲哪呀？我这时候要做点啊！啊，我这方面要做点。来讲，啊，无你比较济，啊，济个是不拉差头，啊，咁唔得先分。所以就讲，有车唔行，是要点还是点唔行？这叫做善意嘛，因为讲就是这物件。来下面。人已经请到台湾，人要来行啊！伊在等，啊，都准备牛车，要过湖啊，要过牛车，啊，都准。伊因信因信这句话，就是叫进哦，马做上夫，你爱你，理想爱你，去一切法，但那个心法，啊，你个天牛理想控制，怎啊？一心不动，那安尼，你是咧话这个身体？啊！你连这心理，啊！你连这心理，这心理个念头都未定当，都未定当，那怎么办？哦，都未定当，怎么办？心理的如如，一直如如的道理就是讲，我哋一切想的在当中，会当随缘计划，随缘理性，随缘愿力。我因为一切如如因缘，去把边疆变化这条心。我一切诸诸一念他不起，多分离我是不见人。一切诸诸的什么？随一切一念离心，随一切一念离法，无想着一切我想、人想、众生想、俗家想，会变我那个。但是呢，这个心不是我心，不是你表想，不是你表想，一直在那，一直在发生眼睛的心。你一切诸相，尽量做，因方便变成七分的内容来成就。啊，作为员工，哦，诸相即，离诸相即，离心相相，离就是离开，心相相，迄、那个心有一个相的想法，你嘛是执着，离相的执着，安尼你嘛是不能谈。但我们下面对那是不能应付的哦。下面就讲，下面定义就是印度话人叫做点，印度人讲叫做想。按那点讲，印度人叫做想，叫做人叫做点，这么过去讲。所以想跟想跟是华文翻译是华文，它换成印度文打这份语言，所以想就是点。定就是想，哦，瑞想华定是哪个的想定？明俗不修想，暗是意不能够修想。这是一个，不是它不是动，它是意。迄、那个定不是定，它完全当中一颗那插好，一颗那接好，不是这种道理。所以呢，一定要了解。什么原因来？你为什么在？你是为什么在来？哦，这个真是一个，这是一个真心的大汉。哦，我讲讲，来，哦，啊，这个是讲不管是内心的世界，伊也知影，过去想出的讲的物件，你要甲想出讲的物件，唔是大家表述的对象。人一句话两句话了，人个人啊，人个定哦，一句打出，啊来呢？大都大，那我们到这里有开毛病，那都大家话不对，那我开毛多多。
东西，你不能对别人想说一个月来，一个月来，伊另外就要就马上半年放下，半年放下，另外都是好。所以呢，伊来讲，你为什么来？你为什么来？你是怎的？当然，这句话那对一个小说来讲的，也那么的。说实话，这个叫你那里讲究适当的物上的物件，我不是跟你讲这个。哦，一年哦，一年当然我已经是作家了嘛。欢迎伊是在咱台湾本身有写的，欢迎讲欢迎讲，伊是台湾人啊，是一年无见多年，无来受着做书的见多年，伊就都台湾。但是因为做书的某些物件，伊在变老，有咩来创啊？打造运动者来讲，不求一分，但是做不多。我，你这个人，他做过小，他高高，他、的心态还不够大的，那个摆在要少，还是要少啦？你先听我，你精力嘛，你有一点点，他摆在就好。啊，你若无定我了，伊伊个你身份站了，我搭档还是腰椎，啊，都我搭档扭落来，放托起来，安尼精力安尼嘛，伊是安尼精嘞。啊，当时，若作为人，伊是一个身上啦，啊，伊只能讲高话，哦，啊，迄个腰椎做安尼精，心人看有，啊，无做看有，啊，看伊遐，伊连那个伊连讲出来物件。因为你跟我说的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的这个人他还是高考嘛但是他的脑子他的地位开你看这个人说你也说吗哦你也说我不做我不做我也做不了那哪能听你来说你这高明啊你我不做不了我不救你也不做不了啊伊啦，今日人伊听我咧，本来咧就是困啦。我唔要人以为空相信啊。你本来负责一切诸事一念啊，啊你当伊在吃困，啊你当伊个屁股啊变变吃困啦。我这个是因为今日你，我本来就是困，但是我来到这个世，我来到这个世间，伊人灭火书法，你来把我敬着些。安尼对，尽到伊哩晦气，哦，伊哩，那无伊晦气做出来的尽到，伊在高雄内底哪样？你讲虽然台湾嘛不要去甲伊，嘛不要去，伊哩你想讲繁荣，你想因妈迄种时节开放者，伊拢总一定来经过一，就我们那因妈因家来搞的时候，做伊个恁当恁恁爽啊！咁你所讲多少钱？咱讲讲嘅是啊，咱依赖，咱就已经系我是欠合作、欠合作嘅人，咱挣到你。唔过挣到你后面，就随便做咩啊？你讲你哪唔成？你讲先，我先讲多少钱？咁啱啱也留咗钱，咁啱后边你啲数啊，我一年即系未见你看，快咗一半回来，即种一年过去，即种挣过来。所以讲，说一个就对，哦，这句话是为了讲的哦，不，说一个就对。你若讲，你如果是要问，我就是不用就，我唔是要讲世界或者一切的物事，我唔是来这，哦，所以呢，说完爱去修正哦。那安尼当中，你的疑问，你都完全排除掉一切世界话，一切诸事一念啊。那阿弥陀佛，刚得到的修行什么名呀？啊，这个就是讲啊，做运动，哦，啊，所以呢，对嘛，这个比较进行功的，那对嘛，这个啦吼，比较开始动啊，应该这样。发修行这部无量的定，这部的是什么呀？还有功的吼，你讲那修行这部修行，应该不必了。哦，我都不会嘛，啊，我都不得了，不得我都修行去，哦，我苦叫啊，我都修行去，哦，不了就不得，哦，不了，什么不了，好亲戚，哦，
用一用用一看用一三六七这五个目标，但是不用一是用亲情忽略嘛，毛不留一毛不三六七六七一转六六底，叫做转是心底啊，我操不要，我操公平啊，就参来讲，这个回头，这个回面，这个回头，伊都无分，太不好解啊，所以伊都无分。炸掉的，咱大家好无？因为其实伊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讲何其自信本就是这样，何其自信本不是变，何其信何其信的，何其自信人生慢慢舒服一点。伊本来的辅助这物件，咱每一个人，咱已经信任，咱已经开放下，已经看到着这个物件，看到着这个物件，不然。咱那个人会背，咱那个话没好，咱那个讲话我不懂，你又不懂，所以讲不要去背。啊，阿那我学着你讲话，我不了的。哦，阿那，所以呢，技术无不了，所以技术好了，六九万的东西，哦，你这讲话，你就讲讲呢，那阿那当中呢？